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。哦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十年之约是一场盛大的相见，这个约定关于挚爱，朝着你们练习飞翔的每一个方向。这个约定关于理想，如同你们如今跃起的每一种形状。今天让我们一起再一次向明天狂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TFBOYS。Da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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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
好，你们请，我们带位的人还正常带一下位置，你们就别站着不动了，好吧？
左手有一只手拿话筒，就是统一左手拿话筒。那我放一下这里的音乐。来吧，咱们把那个拍儿先打一下。三四六七十八二，你这么巧，知道吗？Thank you.
原本第一段复合结束的时候有一个换位置，然后换到这儿之后到唱的时候你们再这么明白。哎呀，哎，漂亮的张，还是不是我的词儿？满身的泥土，就你们有，就你们走过来之后。走一遍吧。接下来会有一段简短的访谈。
然后主持人会把话口留给大家，接下来一首歌送给好久不见的你们。好久不见，音乐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
talking 一小段，然后感谢一下大家去年的陪伴，然后我们接下来回到放心去飞的站位。对音乐5 4 3 2 1对三要吧。整体的队形都要再往前抛一下。
跟这个材质起名。好，可以可以。不是，过来，往后挪点去。好好好，够了够了。好，放放放放放。这里可以放下。对。好，可以下去。所有人把灯关上，代表我们全场一起完成了吹蜡烛的这个动作，这个仪式。然后大概是这个高度，然后三个人都啊一起来演唱一下整个。对对对，但是这个抬起来演唱就好了啊。三角形，我们朝那个朝面儿看。对，那个三角形可以这样，但是看那个看那边。三个人站位呗，但是大家都朝那边看。听台歌的。那我跟老师说一下站位好不好？然后第一个点，这就是中心点小小的位置。然后另外老师在靠前的这个位置，对对，百分之九区。然后晚上我们会到时候起来之后再认真。Thank you.
原本画面的后面。最后六六七八。那这样，我安排两个人跟你一块走，因为原本那个地方我画人就在你后面，你拍照。稍等一下。啊。行，那行。好，你们能再去谈再细化一下。嗯，好吧。那我们进那个。发现我已经不知不觉的不能没有你。你不在，你的夜幕，是你，是你，一定是你。9 8 7 6 5 4
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，哼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等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，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，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成长的烦恼算什么？TFBOYS， 大家好，我是 TFBOYS 王俊凯。大家好，我是 TFBOYS 王源。大家好，我是 TFBOYS 易烊千玺。欢迎你们今天来到 TFBOYS 十年之约演唱会。我觉得最要说的其实就是感谢吧。感谢大家这一路走来的陪伴与支持，然后想说的是，这十年我们彼此见证，彼此陪伴，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。然后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陪伴，让十年这么难忘，让今天也如此难忘。我知道他对我来报一笑，
十年又宏大又非常美丽，也非常感谢曾经那个做梦的自己，也要感谢你们筑梦帮我们筑梦的你们。这十年我觉得是坚持的力量才让我无比的笃定，这十年让我更加明白珍贵二字，付出是珍贵的，得到是珍贵的，梦想也是珍贵的，还有你们大家对我们来说都是最最珍贵的。我觉得是长久，因为这些年我们三个从少年孤独到现在青年，一直陪伴我们成长的是你们，是大家。这边看见你们每个人的每一个瞬间每一个时刻，就当作永久。踏上又快又急又欲又亲笃定的旅行，无论多远我都大声朝你呼喊，不管要去哪里见见你的脸红了。
从前。闪光灯，请你们每一个人亮起你们手机的闪光灯好吗？我看到我们现场现在已经每个人都准备好了，是吗？你们看，对，青春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拼凑起来的。青春总会有一些不完美，就像我们下面要带给大家的这首歌叫做《不完美小孩》。原来这一切，感谢大家把在十年时间里陪伴不完美的我们，一点点成长，一点点把梦做得更圆满。那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再次亮起你们手机的闪光灯好吗？你让我们共同喊出那句最真诚的祝福，来，三二一，见过十周年快乐，熄灭小凯，你想说什么？这是我们一起共同走过的十年，所以感谢有你们陪我们一块儿去走完这段路。这十年里的每一天，因为有你们，所以变得特别。也希望你们未来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，金光闪闪的日子。天喜，这十年来有很多时刻都是不需要言语能够表达的，就像我们之间都懂得的一种默契一样。当我的笑灿烂像你阳光，全世界在等我飞更高，去像个完美的小孩，我不完美的我，你陪着我笑，不完美的勇气，你说更勇敢，不完美的泪笑着擦干，不完美的歌你都会唱，也许不完
段青春岁月。一路我们曾携手并肩，夜夜在梦里相约，放心去飞，勇敢地去追，追一切我们未完成的梦，放心去飞，勇敢地挥别，说好了这一次不掉眼支持和爱，希望散场的时候大家能够有序离场，平安顺利的回家，再次感谢，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今晚，记住这个夏天里最璀璨的回忆。我们这十年从籍籍无名的三个少年，到如今能够追逐自己热爱的大人，这一路的蜕变要感谢的人和事儿实在太多太多，谢谢时代峰峻，谢谢所有为我们付出过的台前幕后的所有的工作人员，还有这次西安当地的工作人员，以及我们最感谢的大家，再次谢谢大家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Hello， 相信你已经长大了，已经比我懂得更多了，也更成熟了。你也应该还在坚持自己的梦想吧？十年后的你是什么样的呢？不过相信你也还在做自己吧。遇到挫折的你，有没有奋斗冲过去呢？你坚持下去了吗？未来的自己是什么样的？我认为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。不过我相信未来的王俊凯会不忘初心，会越来越好，会越来越强大。你好，未来的王源，
现在的你是不是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？是不是成为了自己想成为的人呢？是不是在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呢？虽然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问题的答案，但是我想，不管怎么样，你都应该成为一个成熟而懂事的大人了，应该能有很多被人认可的作品，不管是影视还是音乐，都希望你能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，努力做一个强大的人。不过这些都是后话，未来的你需要现在的我不懈努力，才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所以你放心，为了让以后的你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，我们每天都在努力。几天前在北京，和过去的自己做了约定，要一起继续坚持下去。而未来的我又会是什么样子呢？脚踏实地，拼尽全力，直面挫折。以前一直对自己说，遇到自己喜欢的事就要赶紧去做，就算遇到阻碍也要奋斗。那么我以小孩的身份厚着脸皮给未来的我再说点废话，昨天和今天的辛苦付出，到明天一定会变成蜜糖。那么现在的你品尝到蜜糖的甜美了吗？有因为自满而松懈吗？你的成长不负大家的期待了吗？未来的易烊千玺，我会向你保证，我会做好现在的每一步。所以也希望你继续兴致盎然地与世界交手，一直走在开满鲜花的路上吧。人们往往在有困惑的时候习惯向长者提问，但是我希望现在的我能够慢慢地学会回望，看看过去的自己，看看一路走过来的自己，有哪些丢失掉了，去把它捡起来，继续带着它成长。要让以前自己的期望变成现实。我想我们应该好好的说一声感谢，谢谢大家，是因为你们才让我们的梦想闪闪发光。小云，大人的世界比你想象中的复杂，却也精彩，但我会继续带着你的赤诚和善良前往。未来的我会是什么样子呢？还会为了热爱的事情付出全力和耐心吗？有认真回应每一份爱吗？会继续拥有坚定的内核吗？最重要的是一个善良坦荡的大人吗？此刻的我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但时间会把易烊千玺带到更开阔的远方，到那个时候我们再续。